到 Hex 翻版啦，無論日開幕點嚟講，今日嘅師，今年時日方大家好啊！咁其實咧，相信大家都會知道啦，喺舊年嘅時間咧，我哋林屋咧先喺佳嘅另外一邊啦，我哋林屋嘅總壇嗰度咧，慶祝咧十週年嘅大日子㗎。咁其實咧喺短短十多年嘅時間入邊啦，林屋已經係由咧頭髮造型啦發展到而家啦，提供全面嘅護髮美容服務㗎啦。咁作為咧髮廊嘅透皮層同埋秀髮護理嘅先鋒啦，林屋唔單止咧係以專業細心嘅態度服務大家啦，更加咧係咧成為咗咧本地咧。 為大家提供一站式Head-to-toe全身護理啦，同埋係秀髮護理服務嘅尊貴體驗，成為咗咧可以話係大家嘅送心保證啦。咁嚟到2015年嘅時候啦，林屋咧亦都係咧好開心邁向新嘅一頁宣布啦。同樣喺銅鑼灣嘅禮頓道呢度啦，有全新嘅分店咧係正式開幕㗎啦，並且咧係非常之榮幸獲得咧日本著名專業護髮品牌 Shiseido Professional 嘅重視，邀請咧成為合作嘅夥伴。好啦，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再次邀請咧林屋嘅 Managing Director Mr. Les Yao 同大家咧講下咧呢間新店嘅有乜特色好唔好咧？有請 Les。